有兩個鐘頭時間咧，俾你哋去揀貨嘅，咁啊又可以丟價啦，同啲經銷商，同埋咧點樣準備自己嘅直播嘅嚇。但係咁啊，每組咧可以揀四件貨品嘅，但係有一件貨品咧就喺嗰個特賣專區嗰度揀嘅。好啦，咁啊兩個鐘頭嘅準備時間，而家開始倒數嘅。去揀咩都得，而家開始計時啦。Go！ 想要呢、這個，想要呢、這個，想要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。OK， 你嗰啲系边啲？呢个 ，hello， 呢个，我哋知道时间就只有呢20分钟嘅啫，所以咧，佢去负责讲价，我负责去揾产品。你逐个话俾我听，而家呢边系你，呢个咩啊？呢个喺小宝身上学到最重要嘅一样嘢咧，就系真系见你唔到咯，即系咩嘢人都系睬你都傻噶。总之佢而家嘅目标咧，净系50,000就50,000噶啦。你一超出51,000咧，佢杀咗你都得咁样嗰啲，即系冇血性嘅做法啦。咁但系有时你杀价就系要咁冇血性咯。我觉得喺香港做直播同喺内地做直播两回事。第二轮嘅直播即将开始噶啦。你个机范围去到几大？系咪两边都睇到晒？我少属于小主播嘅，小主播都跟可能5至6个，我眼睇到嘅，其实仲有好多后台中控帮我啲，未必会。香港直播可能所有嘢都要一腳踢啦。準備時間仲有2分鐘，我哋跟住 online 噶啦嚇。有冇咩策略噶？你哋有冇商量好噶？都有，絕對有，絕對有。你要黐住呢3個分鐘，唔好上住。佢哋得閒就改位啊！佢完全上嬲咗啦。上邊？5、4、3、2、1 ，online。小黎道之兩條蛋散賣乜好？要揾一個麥先，不過雖然我知道我把聲係夠，但我哋都要有一個麥先得㗎。係嘅，好嚟，大麥到啦！啊，見到啦！喂 ，hello， 嗱，大家可以叫我咩？我叫小寶。今日我哋呢個組合咧有一個名叫做咩？嚟啦，預備好啦，3、2、1。大踏步，齐歌威武，小姐大名路宝，人人皆知道。听你讲，我哋而家嘅直播正式开始。今日你一定要留喺我嘅直播间，点解？将会卖到你估都估唔到嘅价钱。我同你讲，最近我真系发过啲种啊，真系不得了啊！你知而家社会经济又麻麻地啦，系咪？佢用个声线再加个气氛去。佢同埋好似同观众喺度讲紧嘢。我同你讲，我同你讲。哇！大嗱嗱，出街卖只种要几多钱啊？我讲少少声，俾翻张位。点解？唔系，你要知道系啱嘅，你系唔见咗个人嘅。见咗个人啦。我呢个翻嚟啲。好啦，支麦啊，支麦啊。哎呀！太激動，太激動，支麥跌咗。唔緊要，佢把聲，佢把聲都入到。唔知講咩，諗唔到啊！啊，係啊。入到我麥噶啦，冇問題噶呢啲，最緊要係買嘢嘅啫。好香，我哋聽唔到啊！千米對嘢，其實大家聽到我哋香口咧，連隔離台嗰個老婆同埋小寶咧亂曬啊！因為你知小寶幾為食噶啦，係咪？哇！聞到啲香味，睇個麥又唔見埋啊！即係我都唔平衡啊！呢件事。唔使講隔離房嗰啲嘢㗎，好即係隔離個平台我都唔多講啊！小寶應該走過去食夾嘅，好難食㗎。嗌交而家有火花，望咗成個鐘，45分鐘對於小寶嚟講係濕濕碎。我其實平時做直播啦。以前一開始就做4-5個鐘嘅，咁我多數每一場會預備50左右個產品。45分鐘嘅 live 好似打幾多場好硬嘅仗。30秒。踏步神情歌，喂，唔好變佢喎。好嘢，路波，冇錯啦，一日一日一日，使嘢嘢啦，最好啦。45分鐘啊！完啦，真係好擔心會爆尾咧，再喺呢個45分鐘嘅 live 咧，我就覺得未夠喉嘅，因為平時做開直播賣嘢咧，都係個零兩個鐘啊，至少都。不如咧，我哋就喺呢個時間就投票咯，好唔好啊？每人係將會有2票嘅，咁投除咧你自己覺得咧係比較好嘅，攞2組，咁啊，嘟姐都可以投票。兩組係咪？兩組係啦，我哋依家開始可以投票。大家都投完票啦，我哋睇睇結果嚇。好，哇，好緊張啊！小寶同路虎係第一，係樂意小明就第二 ，Yoyo 同埋肥東就第三，係頂住第二，威威同埋東東咧就係第四嘅，係啦。不過咧，呢個投票嘅結果咧係未計落總分，因為仲有銷售額。係，不如你問下暫時先出嘅路虎同埋小寶。之前咧我哋睇咗啦，哇！
男神女神兩個在度做喎，個流量咁高，我死啦！我哋兩個肥婆出去點咧？會點算好咧？賺爆咗嗰兩邊位喎。但係最主要都係賣貨物。咁後屘我哋用翻我哋自己真係曾經有機會做過嘅少少經驗，就係好 detail 地 sell 到呢個貨物同埋劈價。不過暫時落後都唔緊要嘅，因為呢個係現場投票嘅分數，再加埋咧銷售額嘅 50% 就會得到嘅總分。咁下一集我哋就知道總分係幾多啦。咁排得最後嗰一組咧，就會被淘汰。